又到我给 Kids Beer Healthy 节目了。今天我来推荐一款线上非常热销食品，炸洋葱圈，香脆可口，可自己品尝，也可以在线上销售。先把切好的洋葱放到容器中，再加进辣椒、果皮粉一起搞均匀，放一边。再把辣椒、果皮粉放到另一个容器中，加进冻苏打水一起搞均匀。然后把沾好辣椒、果皮粉的洋葱圈放进去沾均匀，放到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黄色香脆，拿起来晒干油。把炸好的洋葱圈放到盒子里，放进O型装饰和蛋黄酱一起食用，这样就把炸洋葱圈做好了，可以自己品尝，也可以在线上销售。